安心啊。哎，哎，是我是我。啊，安心同志啊。哎，他。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可不敢可不敢。安心啊。到。把衣服换了，下来留一圈。什么情况啊，所长？哎，怎么心虚啊？没不，我有什么心虚？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我们对你是啊，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临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姐，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来到，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我们基层民警就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的。你这是有顾虑呀、啊？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我报的，警察同志，事儿是这样的，那个他闭嘴。你怎么样？能不能动啊？怎么回事？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对，就是他先动的手，我闭嘴，他先动的手，问你们了吗？安心，先打120。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哎，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他抢劫，先打120。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不会，我就回来看看。你上次讲就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做生意不容易的呀。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有一把我的秤。哎。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好。哎，干嘛啊？市场不让进。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什么是你私人物品？干嘛？什么是你自己的？就我自己的。哪个是你自己的？哎，差不多，行了。这做个人呢？啊，
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面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弟弟。你心脏没问题了？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龙年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他的东西拿不走。那瞧，为什么？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他拿他自己的，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你是哪个派出所的？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我们归工商局管，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们拿东西。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谁都不许拿！干啥？走人！走！今天到！松开！松开！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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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想干嘛？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这是我的。行了。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过去。你别动他，你别讲话。来，过去。唐小龙，听我去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李哥，我们照章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警察吗？我不要了，算了。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听好了啊，他姓安，安全的安，安全第一啊。市局副局长也姓安。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都搬走，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我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
送年夜饭吗？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冯旅人，你是真疯了。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我不是警察，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住手！我说，我不叫高鑫，我叫张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咋的？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海富集团华贸地产。那保安在哪儿？丰南白鹿。有车地儿吗？也有。你确定吗？确定。哎呀，我去！哥，陈俊哪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谁吗？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这想干嘛？称呼啊，高启强。混哪儿的？从小就在这长大。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贴地的。以前上火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有这事儿？怎么了？要不这样吧，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谁他妈是安长林？市局的安局是吧？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这是我的弟弟，啊，这是你弟弟，宋哥，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给钱给现金，知道吗？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哦，我是曹林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我是他哥哥。哦，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哦，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点菜来，拿来来，给我。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对，好，您千万别客气。哎，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好，行，我就点这些吧。好，其他你们来吧。啊，好。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点个别的呗。哥，那个我来给我。好好。咱们喝什么酒啊？您定。也是我定。您定，都您定。那来一瓶这个蓝带 SO 怎么样？好啊，好。哎，我给你整一张。哎，爹，刚来的，怎么样？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的？没人说不让带呀。哎，什么？放空！我去，我2000多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命，知道吗？转过去。干啥呀？拍照死人呢？你干啥？啥也没有了。哎，干什么？怎么的呢？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够你买十台。来都啥人啊？少打听。你们大哥啥时候来？少打听。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猫头鹰已就位。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通知他们随时待命。119120呢？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万事俱备，就看来一群什么妖怪。手机，停！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说话！您到了，您到了。上船。哎。刺激吧，啊，太刺激了。正主来了，干活。Thank you.
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折。哇！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电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我们是这么认为的。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行。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说说。就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不能吧？还是吗？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对呀，啊，不能对比，他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理查下去。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那他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安心，你这不是较劲？我怎么是较劲呢？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这个是徐江的儿子。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安心，门口有人找。谁呀？老高。哎，安警官，找我。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进来聊吧。哎，那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坐。哦，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口水。谢谢啊。哎，又来我们这里了啊。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现在还没出来？没出来呢。嗯。但是，6年前，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他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他就跟他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他。”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就是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哦，你看到了？嗯。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没事。好，那我给你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6，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啥意思啊？那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黄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照片吗？有的。
让我看看，殴打育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警官，我答应你们，打尖儿起锅盖，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一个月工资。 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明白。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安警官，谢谢。那就到这里啊。安警官，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那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是谁？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了解，感谢。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监区。 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麻子。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三监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不然呢？ 我爸不是在……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 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除了安叔还有谁啊？你爸。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你嫌弃我？我说的是我不想。 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谢谢你啊，璇璇。哎呀，都走了吗？嗯，谢谢。 那保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你怎么才来呀？都要误机了。对不起，没拿行李啊。都上车了。哦。哟，轩轩，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啊。我叫轩轩。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你这是干啥呀？你折腾什么？你说你，哎，走吧。 我走了吗？
我走了，妈。阿姨。姨，他，行行，没事。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吗？你帮着拿拿东西啊。啊，对。谢谢谢谢。那我走了，爷。啊，快点，别跟丢了。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这次又举报我什么？你收受夏湾采砂厂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啊，你这不是瞎扯吗？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好，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里有猴呢，而且只带着一个猴溜。你要是这样，安心，到我办公室聊。怎么着？你这晚饭扒了两口上完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要不我去问问。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啊。徐江放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已经这样，你就别着急了。压着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你干嘛去？你滚！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爸爸，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好嘞，谢了。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阿生啊，收摊啊！哦，好，我也完事了。我听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络到咱们吧？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衣服，要不要去我家坐？啊，好。阿胜，啊，你看去买点吃的。要不要点啤酒？啊，好，好。你疯了！
错了，报告，你怎么出来了？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说，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这你能不能把嘴玩啊？让他说。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 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不行啊。 京海最近的治安情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那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你还讲什么？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丽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我自己也能走，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我确实有个毒。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些抚恤金。 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 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现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安人，而且他还找了一个同伙，他名字叫……嗯，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谢谢。 你刚才讲什么？我说。
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哎，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不能。为什么呀？没时间了。嗯，老高，嗯，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吧。你现在讲出来，嗯，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谢谢，一分钟够我吃这碗面了。谢谢。完了，来，我给你戴上。刚才我不能错了，不是高启强。老板，走了。安心，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李队，有枪声。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儿？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真的是我的枪伤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乖，邓瑞德，下面全是警察，别抵抗了。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对，就快告诉他了，已经通缉了。能抓到吗？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那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老公啊，
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这位是安心同志。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好，谢谢领导的关心。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咱们下边审案刑长，有朋友同警长去当你走。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行，那就先这样啊。谢谢领导。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潘领导，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好，谢谢领导。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来，我说了，我想。许多次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把自己搞得伤痕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想，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Thank you.
收到，战友。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击。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是。干他！你不干他，怎么向赵立东交代？他是大麻烦呐！撤走！还有你，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谢谢老婆。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在这儿呢。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我在这儿呢。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认输。兄弟，哎呀，把手举起来。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你看你把你口子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着呗你。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你这样，过去过去，咱俩商量商量啊。站住！不带枪，把枪放下。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李队，救我！
行了，你别说话了。你得救我！咋那么话痨呢？给我消停！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你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着火了，算谁的？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不对，没绳子。海鑫，呀！嗯，你咋自己跑了呢？呀！啊！安心打起来！打！师傅，师傅别怕，抓好，师傅。啊！安心，你给我抓紧了，来，快点来了。你不知道？师傅，师傅，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叶人王，师傅，叶子，小心点。电线，别踩着电线。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演习没结束呢，回去。估计又上来了。哎，上来了。开始。嗯，带上。嗯。戴上，夹上，开始。快过来啊！快过来啊！救命！救命啊！我帮你。哎呀，坏了！石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六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六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警用设备损坏要赔偿。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斗不过坏人。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六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
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总算不能守规矩了。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哎呀，你师傅比你是师傅多了。回去给建伟打个电话，就说蒙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曾长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尝一下。最近忙什么呢？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的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不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老爹，你有没有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听说了。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10年了。如果我把莽村那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真品不错，头应该没敢骗我。哎呦，哎，安同志，这边好。阿林，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李晴，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你看，你。你抱的啥稀罕玩意儿啊！啊，你放下，你，哎呀，这个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哦，老毛病，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哎呦呦，也懂。哦，那你还能当警察？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韩同志，哎，您不是有问题要问吗？哦，那咱抓紧吧。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李顺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李青，李青，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所有人，所有人都知道。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对了吧？高启强蛰了京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听见了吧？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吧，改天咱们再。小鹿，松手，松手，松。行，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李青，快，带救回我！你们高启强叫来我去报人，二连的给我解小米。我们这就联系高启强。我们这就联系高启强。谁让高启强叫来？我们联系高启强。有什么事你跟高启强说。李队，现场情况怎么样？嫌疑人叫李青手上持有刀械，人在他手上，怎么办？你去那边。途径到哪儿了？在路上，马上到。亚飞，我要高启强。这小伙子怎么回事？我去找他谈谈吧。你见识过他吗？在咱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打架四次下死手，医院鉴定过精神病。我找他谈谈。我是莽村的，比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问题应该不大。我先稳住他情绪。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忍住了怎么办？你们把他家叫来，我去帮人。我要让他给我见小米。真有突发情况，为保人质安全，可以开枪处置。我不合适，我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小队，有情况。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管你们管。我晚上在里面，你很危险，你进去没有用。北部去，请向村里回。第一次警告，你们的体温已经严重影响执法，武汉警员立即离开。高启祥，我告诉你，如果我还是因为你出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主编，安静下来。你让高启强过来，你让他过来。青儿，你得给我点时间的。我得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去，给高启强打电话，让他过来。好。青儿，你再好好看看我。咱俩可是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啊？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脚一滑，啪掉下来了，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两个。小哥，哎，青儿，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响哥忘了呢。青儿，听哥一句话，
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啊！哥，毙了他！毙他！毙了他！毙他！来，把刀给我。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我们聊聊。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六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了。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哎，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啊？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张着嘴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吃饭得让人要管啊。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你怎么认识他？我有他 QQ 号啊。为什么？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为什么呀？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你跟他是什么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就不安全。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过来。我让你过来。好。快点。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谁给你证据的？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一个也没有。你看，哦，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市委，就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进门锁被撬开过，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搜集指纹脚印。市委，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的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拿回去检验。看，我觉得他应该是。不错啊，老高。怎么了？有什么收获啊？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在哪找到的？你们家。安心，我没见过这东西。嗯，你们别冤枉我啊。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这什么东西？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人体组织啊、细胞啊。我不知道谁的。
我没碰过。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哪帮人？我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多了去了。让他起来。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你把那个你现任电话给。这就坏规矩了，现任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邢安呢？你求我办事，我从来没喊过。要哪一个？孟玉吧。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你培养？我培养，我亲自培养。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嗯。孟德谁呀？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还是喜欢就行了。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太能了，他一听就知道自己人。哎，对他好点。喂，您好，请问是曹孟德吗？哪位？我是孟德尔，你哪位？我。你搞什么？给你介绍个朋友。来，后边请。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安警官，你不能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起来，坐那儿。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开了一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牵连，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请我回来的。啊，你见过张大庆是吧？以前见过。这人现在去哪儿了？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我刚才问过了，高启强，滥用私刑，
有吗？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我被抓了，谢谢啊你们，谢谢。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这样。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要离开青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要抓人？是。什么案子？还是上次的命案。我想想。既然要办案，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您面子大吗？少来这一套。安心，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就这个方向，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做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我就是个警察吗？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您不是刚清楚吗？爸，你怎么跑这么快呀？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安心，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问题。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丹儿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答应了，帮忙。谢谢孟叔。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吧。那行，要不我们陪你还是？陪什么？还想跑啊？
华区政府决定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